咁多位，希望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咧，我哋呢十日嘅排程咧时间好紧嘅，我唔想见到大家再有迟到嘅情况，唔好再迟到，你哋迟到绝对会影响到其他嘅 team member 嘅，好唔好啊？我哋负责人中餐厅嘅负责人 Johnny 咧会同大家倾个偈，见个面，打个招呼嘅。大家好，我系呢个负责人，我亦都系举办呢个中旅摊十天训练嘅人，大家可以叫我 Johnny。今年我呢个第一次举办，我亦都知道你哋系一个各大院校挑选出嚟嘅水上活动精英，亦都有啲系工作中抽时间出嚟参加嘅。我固然希望大家能够喺呢个集训里边，能够彻底掌握同埋提升控制呢个湿泊嘅能力，但系更重要嘅，我希望大家好好体验呢个十日嘅生活。我会喺里边找出你哋能够代表我哋中旅摊出赛嘅参加者，亦即系话会淘汰啲人，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。除了你哋之外，我哋仲有一位参加者，听日先至到步。我哋唔好急于一时，今日我哋好好地休息一下，尽情咁享受一下，就当喺度睇下我哋多啲环境都好。阿波，系，带佢哋入营地，安置好行装。OK， 冇问题。中旅摊系俾大家加强人与人之间嘅沟通，尽情咁享受大自然嘅乐趣，集中精神咁去训练。我会适量咁俾大家用呢个手提电话，如果有紧要嘅时候，可以用中旅摊嘅电话同埋 WiFi 上网。不，带佢哋入营。不过你记住，听日七点钟准时集合。你怎會跟我們一起來的？我沒有啊，剛剛同車來的嘛。是啊，他們都是來參加今次集訓的。他們都 OK 喎，靚仔仲幾靚仔，但個人超無賴咯，尤其是咧紫色衫嗰個。係咩？我又唔係好確喎，感覺上氣都好好啊，而且都幾健談喎。冇所謂啦，出嚟識朋友都幾緊要嘅。喂，咁多位靚女，我叫 Jack。想點啊你？班靚女打聲招呼啫嘛。嗨，難道不包括你喎？哇，唔怪之 Chess 話你無賴啦，不過我中意。都係你有啲 taste 啊。其實咧，我哋過嚟咧，最主要係同幾位咧打聲招呼嘅啫。因為咧，嚟緊呢幾日咧，我哋始終都會一齊訓練噶嘛。咁多多指教啦。邊隻手？死人咩？真係爽啊！喂，睇下呢度。水清沙幼咁啊，成人度假 feel。大師，喂先，咩嚟嘅呢塊？喂，呢塊正嘢，咁大浪梗係沖浪啦。沖浪？咦？哇，有嘢玩喎！我嚟先，等埋我啊！今天玩得真开心啊！其实咧，点解你会嚟参加呢个训练营嘅？讲嚟听下。喂，想同你吓？哦，冇啊，我系想话，我想离开下屋企，出嚟行下，呼下新鲜嘅空气嘛。你咧？我啊，
其实呢，一直以来我都很希望可以在水上活动这方面发展的，希望藉着今次的训练可以好好装备自己。喂，还沟女放手啦，快点啦，好重啊。那我看看他们有什么帮助先。喂，我恭喜你们。我也是。今晚個個都覺得夠勁啦啩！加埋我呢啲仲勁啊！點啊？搞完之後都搞掂。過嚟幫手啊！唔好整啊！阿偉啊！快啲啦！走啦！喂！喂！喂，冇嘢啊！点做嘢噶？唔好意思啊，你两个又系嘅，咁唔小心嘅。咁啊，而家。快啲影多幾張啦！一陣間冇機會影噶啦。不如我哋一齊影啦。好啊。記住 WhatsApp 翻俾我喎。好啊。點啊？大家玩得開心啊？開心。有得食有得玩，梗係開心噶。喂，既然咁開心，不如大家就跳舞啦。總好於安坐家裏，多崎嶇一起的面對，還願你進入。最灿烂世纪里，与这个夏季一起的赶上，与这里盛放无边的想象。人生就是这样的，工作时俾心机工作，练习时俾心机练习，玩嘅时大家尽情玩啦。跟海与浪也一起的恋上，不需要在意流行什么卖相，随着成长，能让青春继续膨胀。后彼此也找到方向。